哦，心脏不舒服啊，心脏不舒服，我又看到了那个水晶灯了，那个水晶灯，看到那个水晶灯的时候，心里很难受，很难受啊，看到那个水晶灯的时候，心里很难受，很难受啊，这个时候，最想的。就像外星人呢，把它吸走，然后扔下来，或者是直接就吹过去，把它砸掉，这个看到老毛的水晶棺觉得很大很大，现在我看上去好像放大了无数倍了，非常非常巨大，老毛的人形也看上去非常巨大，因为被渲染过了，被渲染过了以后就感觉特别巨大啊。感到特别激动，所以要把那个说清了这里的关系还得要花点精力时间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